我有一个特别吃法，是直接拿袋子这样吃。斜对角，斜对角，45度，旁边反就不会呛到。哦，找不到。我有试过，你有，我可以发挥。这是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好牛哦！今天最开心的是制作单位，他们终于把他们喂饱了，一项不到50块，太便宜了吧！每周日晚上7点，请锁定26台，未来综合台。大胃王来了！